选蛤蜊三步骤：一、外壳色泽较深，有光泽感；二、敲敲看，声音饱满厚实不空虚；三、新鲜的蛤蜊壳会用力紧闭。蛤蜊处理三步骤：一、买回来的蛤蜊，将它用清水冲洗掉外壳的脏污，让蛤蜊浸泡在盐水，比例是多少呢？250cc 的水加入一匙的盐巴。浸泡时间至少四小时，通常市场老板会先浸泡过，买回家后不用泡太久，所以购买时记得先问问老板还要泡多久哦。三、浸泡完后将蛤蜊冲洗干净就可以咯。